天，今天拍点健身的，刚刚骑了一会儿车，把心率拉上来，然后现在今天准备练背，然后把背好好热一热。练上半身最痛苦了，我一般健身的话，我喜欢练肩跟腿，然后腹，像胸背啊，我一般都少练，手臂我一般都也很少练。其实健身最好还是有一个伴儿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彼此相互激励，相互举。就是他让我们要称重，防止受伤。应该太难了，哪有功能练这效果，来像打橄榄球的遇到人了。